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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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林毓哲跟蔡佳的这一战，张宇老师请讲评。我听林毓哲唱歌确实蛮感动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感动是因为你的歌声还是因为你的拼劲，我现在自己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的这样子的唱法会让我想要看，我是会想要看的。啊，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这表演是有重点，但是这个重点可能是因为蔡依嘉的关系，然后逼着你把所有的能量拿出来，可能你的 key 可能也唱不到，你的嗓子可能也没有这么的像迪克牛仔这么的撕裂，但是你的这样子的处理方式会让我觉得你拼了，啊，那这很 man 你知道吗？那这种很 man 的感觉就无形中为这个歌加了很多分数，那。蔡依嘉，我上次有说过，说你上次那样唱，我会很希望说听到你唱抒情歌曲，对吧？那你今天就唱抒情歌曲，我觉得你在唱像上个礼拜那样子的歌的时候，杀伤力比较够，对我来说杀伤力比较够。那你在唱抒情歌曲的时候，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说你的一切的技巧都没有问题，但是，尤其在唱到副歌的时候，副歌的后面都很棒，但是在前面主歌的地方，我觉得你有太多的那种。挤喉咙的声音，太多的技巧，会让我在听歌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不顺畅。但是这个其实，小瑕疵，那个只是小瑕疵而已。然后会觉得对我来说会，目前的我会比较难分辨，我会给谁比较高分。好，小林老师觉得呢？如果以技巧来讲，蔡依嘉的技巧当然就高出毓哲很多。哦，就是不管是在细腻度也好，那我觉得当然歌手有很多种，那林毓哲他完全就是一个拼劲，但是当他唱这种歌的时候，我也会担心是不是选错歌，因为这首歌他必须要很撕裂，他必须要很有力，而且他要后面的部分要比前面更加的出来，如果说你都是平平的话，其实是听了是会有一点一样的，一开始我会觉得对很有拼劲，可到后来他其实并没有再有一个高潮。那如果说演唱会只唱一首那也就算了，那如果你是要做一个常态性的演唱会的话，你是不是唱第一首歌你就挂了呢？我是会担心你的喉咙的。好，我们现在听到呢，第一位评审彷徨，第二位评审理出一点头绪，但是还有三位评审不晓得他们怎么讲。先来看看蔡依嘉的分数，请评审按灯。15岁的蔡依嘉之前拿过22分、25分，今天她拿到的是22分，好，也非常不错的分数。小胖老师跟紫红老师都给了满分，接下来是林毓哲的分数，请评审按灯。林毓哲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6、17、17、17分，恭喜蔡依嘉胜出。谢谢老师。这个是不是我们听听小胖老师的意见好吗？我很喜欢蔡依嘉的声音的稳定性啊，不管是你之前唱的快歌，或是你今天唱的慢歌，你的声音魅力跟你的歌唱技巧，其实在这几次的表现里面，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蔡依嘉，我真的很替你高兴，而且你的年纪这么的轻啊。那林毓哲，恕我直言哦，你快变成只剩下主场的优势了，甚至有一段是。只有你的 vocal 跟这个节奏的时候，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很容易听得出来你声音的破绽，你声音的不够好的地方。哦，我看不透你的想法，多么可怕的想法。这个部分你有没有计算在里面？这个你要自己问自己。恕我直言。好，谢谢。所以其实就是根据经验的话，林毓哲这一战的经验就是说，你最后那个很 man 可能会打动一些评审，但是可能也会让这个有些评审会觉得说，是不是其实气力已尽，然后就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功力还是不够，所以最后可能还是要练的稍微这个功力再够一点，好不好？下次我们成功攻顶，先谢谢林毓哲。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对于自己杀人无数有什么心得啊？满手血腥啊，你蔡依嘉。我觉得很拍戏。很拍戏啊。哦，那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下周还愿意再来吗？愿意。好。
只能说呢，这个星光舞班呢，大家皮绷紧一点啦。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啦，谢谢您来参赛，谢谢。比赛已将进入尾声，目前落入失败区的李婕妤与林玉泽，此刻的心情又是如何呢？真的觉得现在是真的还蛮平静的，那我不知道等一下上舞台会怎么样，但是最起码是这样子觉得，我是觉得现在还是 OK 的。觉得走到这里，如果今天被淘汰是我的话，我觉得也还蛮甘愿的啦，对吧？就觉得也够了，不过希望不要是我。两人被不安的气氛笼罩着，今天在星光之路画下句点的会是他们其中一人吗？今天最后一位踢馆代表就是众所瞩目的倪安东，初登场就以你是我的眼惊艳全场，在第二站更是以陈奕迅的 K 歌之王得到评审们高度的赞扬，获得25分的好成绩。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安东尼也剪了个头发，对，我妈说我头发太乱。哦，妈妈说头发太乱，给我去剪头发。倪安东已经非常非常的轻松了，怎么样，永玲？备战，备战哈、哦！你今天选了谁的歌？那英的《偏心》。那英的歌，哎，天后那英的歌。那倪安东，你要今天要唱的是？今天要唱一个英文歌 ，Damien Rice 的《The Blower's Daughter》。嗯，马上倪安东，我们就来欣赏他的演唱。好，谢谢。星光史上超越满分的精湛演出，广告后倪安东即将震撼你的所有感官。花太郎明天就要上场了，绝对不要忘记你曾经是个相扑力士。歌声充满丰富情感的倪安东，这回将挑战较冷门的歌曲，到底他会如何诠释呢？So it is just like you said it would be. Life goes easy on me most of the time, and so it is.The shorter story, no love, no glory, no hero in her sky.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And so it is. The colder water.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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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my eyes.My eyes till I find somebody new. 谢谢。我看